我叫橘子，现在在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有只怪物在追我。关键时刻有三个铁头哥哥救了我。你们俩是谁？离我的女人远点，你们这些 A 货。啊，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你们听我说，懒得废话不如一决生死。居然敢无视我的存在。我这个人一向很温柔，尤其对铁头哥哥从来不发脾气，但敢假冒他的人也绝不手软。那么真假铁头小测试来喽！作为霸道总裁，请诠释下霸总文里著名的三分凉薄、三分讥诮、四分漫不经心表情。幼稚。很好，模仿很逼真。铁头哥哥最害怕的是什么？怕失去你。三个都像真的，不如三个都……怎么可能？铁头哥哥只有一个。铁头想吃什么？天啊！全部回答的一模一样。橘子。我来救你了，解脱了。到底是谁敢冒充我？没有啊，我哪有空玩那个？明明刚才你就认不出我。橘子，有意思。新神魔大陆的捏脸自定义角色系统还真有意思，不过又是谁在冒充我呢？我也有 Annie 的妖霸的造型，拯救了一个被禽兽包围的无辜少女。新神魔大陆。